在市场上，他展露锋芒，积极行动；在人群中，他鹤立鸡群，尽显魅力。领导人树立是一个好的榜样，就是要有正确的观念，正确的做法，正确的态度，那必须要以身作则，才能够让跟随的这些会员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环境。他在行动中稳守初心，在低调中稳步前进，考验的不只是耐力与毅力，更是一个人的心性与态度。其实在 V 位不断的会有新的伙伴进来，对他们而言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，所以我觉得我们是有责任去协助他们能够很快的融入 V 位的文化，很快的在 V 位能够成功。在成功的道路上总是充满着艰辛，但是呢，路途虽然遥远，但相信呢就会看见。那梦想呢虽在远方，努力就会实现。路途过程当中，你会面临很多的挑战，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，你必须具备更好的心态，才有办法走向这样一个成功的一个道路。这个过程，这条道路，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携手，共同往前继续迈进。他带着雄心万丈的气势，踏着坚实步伐与战友，争取最高荣誉。他就是 Team Supreme Pegasus 9 Three Rings 邱彦豪。